近日又一脑残炫富女横空出世，韩子轩曾为著名杂志拍摄平面照，因为一组性感写真而迅速在网络上走红。她凭借火辣的身材以及清纯的模样获得了众多网友的青睐，被网友们封为新一代性感小天后，现在被很多著名导演看好邀其试镜，俨然成为演艺圈的新晋宠儿。据悉，邀约不断，忙于工作的她还有意投身于慈善事业中。 That we could find a way, make a way.